子，我看。历史散文，哇，历史散文就牛了，对不对？有最牛的历史散文《史记》，它是纪传体通史，纪传体的独特写法就是以人为章节，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或者一类人写一篇文章，这种方式来还原历史，这种写法是司马迁首先开创的，就是纪传体通史是他开创的，然后呢？正因为他写的太好了，所以中国的历史全都是以人来记的，不是编年，编年就是按年代来记，对吧？几几几几年，这块土地上发生了这么若干件大事，不是的，它都是按人物来讲的，所以中国的历史是最依靠人的啊，牛人往往就能被写进历史书里，比较弱的人往往就写不进去，然后呢？跟这个朝廷关系比较好的就比较容易写进去，跟朝廷关系比较疏远的往往就被泯灭掉了啊。然后司马迁就是个史官，为了积累自己的学识，到处游历学习。我到过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去过曲阜，考察了孔子讲学的遗址。我还跟随汉武帝出巡过巴蜀、昆明等地。后来呢，就开始着手准备写这部书，但是他跟这个李广家的这些子孙们关系很好，结果后来李陵就投降了匈奴，李陵是这个李广的孙子啊，投降了匈奴，结果。这个司马迁就给李陵说好话，结果，皇上很怒嘛。你想想，汉武帝把匈奴都打成那样了，然后结果我们一个著名的大将李陵，还是李广的后代，就投降了匈奴，这也太丢人了啊！于是就这个，就要把这个。这李广的儿子好像是第三子，好像要把他家全都杀掉。结果这时候司马迁不光记录下来不是这样，而且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李陵已经仁至义尽了啊，他投降实属无奈。他想把罪名推，他认为罪过犯罪的应该是李广利，李广利比李广多个利，但是他俩没关系。李广利是李娘娘的哥哥。是汉武帝的一个妃子的哥哥，没什么本事，无能大将军，他是个无能将军啊，带着骑兵跟匈奴打，结果不敢去了，就不敢去了。那个给他打前锋的李陵，带着一些步兵，在那被围困了。结果这个李广利本来应该追过来打，李广利没有支援他们，直接给吓得跑了。结果这步兵呢，一般来讲五六千步兵可能打1000骑兵差不多能打过，就他只有1000多步兵，别人有2万多骑兵把他给包围了，但他这1000多把人家杀了五六千，但是他自己也不行了，自己没人了，没兵了，就被抓住了。然后人家很欣赏他，说你是李广的子孙，我们特别崇拜你们那个李广，特别崇拜。然后你也是个勇士，你看我们把你包围了，你就拼死成这样了，你把我们也杀这么多人，哎，我反而赏识你，我要把女儿嫁给你，我要把女儿嫁给你，我要让你当我的大将军，你干不干？李陵一听这条件还是挺好的，行，干了吧，结果就当了人家的驸马，然后手握人家的重权。这件事传到朝廷，皇上就怒了，你还敢给他说好话？结果司马迁就被判了腐刑。被判了腐刑之后呢，他本来不想活了，但是呢，忍辱负重，把自己的未竟事业给完成了。因为他始终处于一种被屈辱的心态中，所以他写的作品里面全都是愤怒的，要喷出火来。《史记》里面，我以前给你们讲过一些特别经典的故事，什么刺客列传什么的，那里面的每一个刺客。你像一个一个都多么的悍勇，多么多么的悍勇！你看那个聂政，提着两口刀就冲进韩相
侠累的府上，人家宰相府里，冲进去直接什么都不问就直接杀，一直这像个刺客的样子，刺客一般都藏到哪儿了，躲着，哇、哦，跳出来，他这个直接大摇大摆的，杀到侠累的书房，一脚把书房门踹开，侠累，哎，这个戳死了，他再出来的时候又，但最后打不过了，围的人越来越多，他就把自己的脸给剁烂了。连给剁了，怕连累自己姐姐，怕被认出连累自己姐姐，然后喊了一句：“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啪，死了。你想多狠？不自杀了吗？嗯。结果这是这个聂政，还有好多那个叫妖离，吴国的那个为了刺杀成功，他自己把自己的让吴王。把自己的右胳膊让吴王阖庐把自己右胳膊给砍了，让吴王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全家人都给杀光了，他为人瘦小像个猴一样瘦瘦的，只剩一只左手，然后就逃到了要刺杀的吴国公子庆忌那儿去，就说吴国公子庆忌那儿去，就说公子你看他对我也不好啊，把我全家都杀了，把我胳膊砍了，你也是他的敌人，来咱俩联合，庆忌很欣赏他，来跟他成了好朋友，有一天他在船上，滚！然后死了。那些人瞪着妖离，但没人杀他，因为听清楚，妖离就走了，跑回吴国跟吴王阖庐说：“大王，你不是当时说完不成这个任务吗？你看我完成了。”我说：“太好了，庆忌死了，你说你要什么？我把吴国的一半分给你，好不好？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他就笑了，你说我要什么，我什么都不要，我也残废了，我孩子也都死光了，家人也没了，你说我要什么，什么都不要，我回家了。啊，你回家干嘛去？死去呀。 啊你为什么要自杀呢？为什么要死？他说我为了帮你做事把我全家全杀光，我叫不智不聪明，然后呢我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复把我家人全害死，这叫不仁。哎，我跟他交了朋友，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却把好朋友给杀了，不义，像这样一个不智不仁不义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回家就自杀了。你看这些人太恐怖了，这讲的还不是最恐怖的，对吧？最恐怖的那个叫豫让，那个那才牛呢，我就不讲了啊，就那么恐怖人。你想想司马迁的史记里面经常写的这些人物，看了你都感觉到心头的火要喷出来了一样，哇，这种复仇，这种隐忍，这种痛苦，只有你看了司马迁的史记你才能够深切的体会出来。所以司马迁的这部书史记就使得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学全都变颜色了。中国原来的传统文学是没有这么悲伤，但是因为史记的地位太高，影响太深，所以从那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学就被司马迁的史记这一本书全都染成了灰暗的颜色，并且使得中国文学的特点变成了一个词，就是悲。同时这本书还把整个日本文学的颜色给染了，染成了哀，哀伤的哀。这一本书使得东方的最牛的两个文学圈一下子全都变成了悲和哀，就这一本书，就这一本书啊，直接就给染了啊。结果这个，日本的第一部小说叫《源氏物语》，作者叫子市部，子市部是读了《史记》之后才写的《源氏物语》。虽然他们小国模仿不出这种宏大的悲来，但他们也有深深的哀在里面。所以中国的文学的作品代表就是悲壮，日本的文学作品代表就是物哀，以物为哀，他们是这样，物哀两个字，日本文学叫物哀，中国文学叫悲壮。这是中国，这是日本。你想想中国，比如说四大名著全是悲，对吧？这怎么没悲？水浒可不可怜，可不可怕？三国作者同情的一方刘备那一方怎么样了？是啊，《红楼梦》
这一个一个哭的都死去活来，对不对？家族破败，西游记，一个天性好斗的，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代表着人民的勇敢和自由象征的猴子，最后可怜兮兮的，最后可怜兮兮的变成了一个什么斗战胜佛，成佛了。500年压在五行山下，取经人一个没什么本事的和尚从他身旁走过，问猴头，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徒弟？猴子只能低下他高贵的头颅，天不怕地不怕，原来现在怎么样了？直接我愿意 ，Yes I do。那没办法了，他要不愿意，他永远压下边了。你看多可怜，人民的反抗意志已经被封建道德伦理的枷锁给摁住了，摁住了太多太多年，所以他反抗不了了。你还看不出这个悲来吗？你看原来他向谁低过头？在天上，对吧？把玉帝吓得躲桌子底下，是吧？什么雷公电，弄个绑在肚子上电他，哈哈哈哈，来吧，对吧？电压再高200伏，我不怕，对吧？弄到那个炉子里，炼丹炉里，对吧？给你晃晃，你烧，啊，来吧啊！然后还弄了个什么透视眼是吧？怕什么的，什么都不怕。结果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如来佛这个象征着皇权，封建皇权的这么一个象征，把它给压制下去，都是说反抗的。曹雪芹难道不想说反抗吗？曹雪芹的家族莫名其妙被抄家了，他一下子沦落到那种地步，他难道不是想反抗吗？都一样的。所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学就被他染上了悲伤的颜色。刚刚李慕寒还说唐传奇好像都很傻呵呵的，一点都不悲。唐传奇里怎么就不悲了？是不是啊？它里面骨子里面最深刻的、最深处的地方还是悲。你觉得昆仑奴夹着那俩人飞跑了，觉得挺快乐的，他俩为啥还得离家出走呢？你觉得不悲吗？他俩为啥离家出走？他俩为什么，人家女儿是宰相的女儿，人家为什么不好好的待在家里呢？你还看不出这些悲来吗？对不对？什么南柯太守传，做了个梦啊，升官发财，驸马爷打仗，最后被朝廷排挤跑了，然后啊，这是个梦，他不悲吗？就是即使你真的飞黄腾达，你到朝廷受得了那种排挤和猜忌吗？对吧？啊，全都是悲的，全都是悲的。也有些小笑话什么的不是悲剧，但是说的就是中国的正统，中国的传统文学全都被他染上了悲。虽然他是一篇一些散文，我跟大家说了，上节课散文跟小说最大区别是，散文是真的，小说是假的，对不对？但你完全可以把《史记》当小说看，因为它比小说写的还有意思，写的太精彩了，写的实在是太精彩啊！《廉颇蔺相如列传》里面的什么完璧归赵那些故事你都听过，负荆请罪这些故事你都听过，对不对？都很有趣，都很棒，所以你可以买本《史记》当小说看，但你不要买原版，文言文你看不来啊。第二个，班固的《汉书》，还有一些政论散文，政论散文，贾谊、晁错，贾谊的代表作《过秦论》，其实还有一个给刘邦献计献策的一个谋士叫做陆贾，他跟刘邦说：“可于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乎？他说你能够在马上马背上夺得天下，你难道就能用这种方式来治理天下吗？你看他写的还是非常好的，他说的非常好的。但这个马上不是指的是立刻立即的意思啊，你能在马上得天下，你能马上就治好天下吗？不是这意思啊，那时候没有这个马上这个词啊，
马上。这是他说的，从这句话开始，然后刘邦不是就开始思考了吗？哎，你说的对呀，那到底治理国家应该怎么治理？他就开始广开言路，让大家说。于是汉朝初年这种政论散文就开始火起来了。好，第三类是汉赋，赋就是有韵散文，换句话说就是像诗一样的散文。它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有这么几个人，咱们来看一下啊。梅圣，西汉词赋家，字叔。你看人家的字，叔。司马相如字长卿，被人称为赋圣。原来的名字不叫司马相如，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自己长大了以后，因为崇拜战国时期的蔺相如，所以就自己给自己起名字，自己改成了司马相如。班固还写过一篇著名的《两都赋》啊。然后最后一个张衡大家知道对不对？地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文学家啊，这多牛啊！这张衡啊，他喜欢写抒情小赋。好，除了大赋以外，散体大赋以外，散赋大赋以外，还有这种抒情扫赋、小赋，还有一种叫骚赋、骚体赋。这一看就知道发牢骚的，对吧？就跟屈原的那一套很像的那种骚体赋。比如说这个贾谊吊屈原赋，不是要把屈原吊死，是平吊他，是缅怀他。